查某囡仔对着真侪前辈学习，无前辈所行过路，无后进会当对伊脚步。伊今日一步一步，一脚印安尼行啊行哩。所以今日我只会当讲，我疼惜小妹仔心情。所谓乡亲时代，我嘛知影，恁今日来毋是为着单纯讲。 啊！我都看老热，唔是，恁大家拢是足有心为着台湾，恁大家拢是足有心为着咱的子孙啊，为着咱的未来，为着咱的民主。加油！今日我哪来算哦？都算，都算，都算。 要算啦，啊！你甲画一个动算好无？哦，我麦克风给你，你就画动算好无？哦，我来预备起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，水啦！谢谢。大家好。 我是什么人？谢谢，感恩，我是江阿文。哦，谢谢，我也爱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拢爱我呢吼，哎，今日非常欢喜，帮着这个配艺的福气啦吼，我也当迪家唱歌，在这个小小的音乐会的这个小细节呢，我也当迪家唱歌，甲大家结一个善缘，啊，迪家希望大家拢会当行善无障碍，爱当平安喜乐，吼，迪家祝福大家拢平安喜乐。那今日呢，我抱着12万份的祝福来的，因为我甲佩仪呢是足侪年的姐妹淘，熟识足久啊，吼，熟识足侪年啊。那今日呢，我无特别的意思讲，今日一定要讲什么话，我无特别设定安尼代志，我只想要讲一件事实。事实是啥物？只要有人发心发愿，为民服务、为众生付出的。我拢12万份的支持甲祝福，我感觉讲，如果我来当牵成天生的人的一个舞台，是我的福气。这少年伊就发心发愿，要做这项代志，我会甲祝福，12万份的祝福。所以我是抱着祝福的心情来到遮，唱着歌曲，嘛是抱着甲大家结善缘。如果若讲今日一首歌爱卖门票，一票要卖偌济，伊是无价，毋是无价之宝哦，是无价，无迄个计数，算袂出迄个计数。因为咱人甲人的缘分是无法度用计数来计算的，无法度用金钱来计算的，都好亲像我甲佩仪的缘分。我实在遐侪年啊，我从来袂去讨论着讲政治方面需要安怎，需要安怎做，需要安怎玩弄，拢无任何的利益的关系。阮只是真单纯的姐妹淘。所以我徛伫遮要讲到一个真公正一句话，就是：遮少年的查某囡仔，伊愿意发心发愿，要为民服务、为众生付出，我绝对是100万份的祝福。啊，伫遮嘛，毋茫讲，咱所有的乡亲时代，兄弟，所有的好朋友，不管你心目中是什么种的选择，我希望恁的选择，拢会当是发善愿的。这个善愿就是讲。我期待我支持的迄个人，伊所做、所行、所思，拢是爱有善念的。这个善念是真单纯的善念的付出，毋是利益的交换。若是安尼的东西，咱来支持才有意义，才有意思。安尼的支持，咱的心肝会真宝贵，甚至会感觉讲咱这张票足价值的，毋是逐天咧选举的。所以这张票是遐尔贵，但是无价之宝。所有一切定着咱的未来，嘛定着这个查某囡仔未来，嘛定着伊要为咱付出的前途的迄条路。这个查某囡仔对着真侪前辈学习，无前辈所行过路。无后进，会当对个脚步，伊今日一步一步，一脚印安尼行哩。所以今日，我只会当讲我疼惜小妹仔心情。所有乡亲时代，我嘛知影，恁今日来毋是为着单纯讲我都看闹热，毋是，恁大家拢是足有心为着台湾。恁大家拢是足有心，为着咱的子孙啊，为着咱的未来，为着咱的民主。加油！今日我哪来算哦？都算。加油！好啦，咱当作讲我今日要算啦，你甲我一个当算好无？你都画动算好不好？我来100起，动算，水啦！虽然是你落落，但是上起码我看到恁的诚恳的真心啦吼。今日我甲你唱一首歌尔，恁感觉安尼会爽吗？会爽！安可。主持人真自卑咧替恁喊安哥，但是我这个人嘛是真真看世面呐！大家画红裤的吼，敢若这边尔，这边吼完全拢无感觉。爱国！谢谢。唔是我要讨掌声，恁拢唔免拍破我无要紧。唔是我要讨红裤，但是我要爱的是大家团结一心的迄个感觉。哦。 这首我希望咱下人同款团结一心，啊，同齐来唱，会晓唱的，到我同齐唱。这首歌曲我为台湾所写，咱是一个美丽的海岛，美丽的海岸，我才会写出这首深情海岸。送给你，谢谢。这叫什么？我先报告一下吼，我今日透早我4点就起床，就总去家己的活动。那因为呢，总活动总了后呢，结果搬转来台北，啊搬转来配一家吼。然后上重点的是这个过程，我一直拉肚子，一直闹散，然后人真无爽快。但是就好亲像我拄则讲的，大家来现场唔是白来。 你唔是，干那简单讲，啊，我来看人个，唔是，大家拢是抱着一份心，一份真诚恳的心讲，我要为台湾，我要为着我这张票，我要为着我的价值来到遮，所以咱今日恁的行为，恁所有的诚恳的心，我相信佩玉有看到。 咱会当让这个查某囡仔知影讲，遮侪人要甲收听，遮侪人对伊有愿望，我相信伊做出来代志绝对袂让大家失望。咱再一次为这个勇敢的查某囡仔有配伊加